经历了被制裁的寒冬，华为终于带着全新的 5G 芯片回归了。除了备受瞩目的 Mate 60系列以外，折叠屏手机 Mate X5 也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搭载了潜望式长焦镜头的折叠屏手机，它的影像表现究竟如何。欢迎关注影像狗，为你带来最新最热的影像器材资讯和测评。 Mate X5 的整体外观设计与上一代的 Mate X3 相似，但摄像头模组的设计部分做了一些改动。我们认为 Mate X5 的摄像头模组设计会更加协调一些。摄像头模组为广角主摄、超广角镜头和潜望式长焦镜头，右下角为 TOF 传感器。这次我们体验的是青山带素皮版，颜色相当优雅。 Mate X5 的外屏尺寸为 6.5 英寸四曲面，采用主流的居中挖孔设计。如果忽略掉厚度因素，在折叠状态下它完全可以当作是一台普通的手机。将这台手机展开， 7.85 英寸的折叠内屏给人带来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它的尺寸已经和一些小尺寸的平板电脑差不多了，这样的尺寸再加上较高的屏幕亮度，我们用它在户外看照片挺爽的。从斜侧面的角度来看，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折痕，但在日常使用的角度下不会对观看造成明显的影响。 Mate X5 也支持平行世界功能，为许多缺乏大屏适配的 APP 提供了解决方案。常用的信息流阅读、视频 APP 都可以支持，这点在折叠屏手机中颇有优势。手机在日常拍摄中都有算法参与，实拍效果才是最重要的。得益于大尺寸的内屏，在展开的状态下进行取景拍摄时，更大的画面能够更方便地确认构图、曝光、切换镜头、调整设置，按下快门时也更加顺手。在这张照片中，算法对于色彩的控制力恰到好处，色彩足够鲜艳，但不会过于艳丽，细节之处也十分丰富。在一倍到五倍的区间， Mate X5 使用广角主摄、裁切和融合算法获得。尽管是裁切所得，但是得益于比较成熟的算法，画质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理论测试。分辨率方面，我们使用相机 APP 中的专业模式拍摄弱格式照片。在此模式下，拥有48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在中心和边角自然有着更好的画质。超广角镜头的中心画质也不错，但由于在弱格式下超广角镜头没有矫正，即便对它的画质产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影响，导致边缘画质变差，但在日常拍摄中会被自动矫正。潜望式长焦镜头拥有不错的中心画质，但边角相对于广角主摄来说差了一些。等效27毫米的焦段同样是人文街拍的好选择，它在街拍时能够展现出更多的环境要素，能够充分地交代人物和背景的关系。这张照片也说明了这颗广角主摄的色彩表现的确相当优秀，红色、蓝色过度自然，产生了类似于彩色油墨自然混合渐变的质感。 Mate X5 在专业模式下广角主摄拍摄的弱格式照片和使用普通模式直出的 JPEG 格式存在较大的视角差异，广角主摄的等效为23毫米，只是在日常使用中，华为统一将广角主摄的焦段定为等效27毫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裁切，用于电子防抖的计算。虽然没有搭载光学防抖，但它的电子防抖算法也足够令人放心了。夜间能够做到手持三秒不糊片， AI 算法也恰到好处地将原本比较灰暗的天空增加了些许色彩，让照片看起来更加生动亮眼。超广角镜头能够带来比较夸张的透视畸变，等效13毫米的超广角镜头在拍摄这样的建筑结构时极具视觉冲击力，营造出了较强的空间层次感。这台手机的 RAW 倾向于保护暗部细节，在拍摄时可以略欠曝光。在日常拍摄时机内都会经过算法优化，那日常就可以对宽容度不用太担心。超广角镜头和广角主摄在过曝时拉回细节较少，潜望式长焦镜头的表现较好。五倍潜望式长焦镜头在面对诸如这样细节丰富的场景时也能够轻松的应对，算法加持下的色彩表现力同样不俗，能够展现出植物的勃勃生机。切换回广角主摄，继续靠近被摄物体，手机便会自动激活超级微距模式，此时能够在更近的距离下进行拍摄，用这样稍显特别的视角来观察看似平常的事物，似乎又能够有许多新的发现。
不过到了夜晚，光线相对较差的环境下，由于这颗五倍潜望式长焦的光圈和传感器面积都相对主摄来说更小，画面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些许的涂抹感。在拍摄这样的构图时，五倍潜望式长焦镜头的确能够展现出更强的压缩感，长焦镜头对防抖的要求更高，不过好在有光学防抖结合防抖算法，我们在手持三秒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顺利地收获一些照片。相机 APP 中也设置了多种拍摄模式，其中延时摄影功能值得一说。这个模式能够让没有丰富摄影知识和专业器材的普通用户也能享受到延时摄影的乐趣。我们认为这也是手机影像不断提升的意义之一，就是降低人们享受摄影的门槛。华为 Mate X5 在折叠屏的特殊形态且需要控制重量和厚度的情况下，也搭载了不错的影像硬件。尤其是这颗五倍潜望式长焦镜头，在横折形态的折叠屏手机中相对较少，这一套硬件加之华为成熟的算法调教，带来了非常优秀的实际拍摄表现。看到华为逐渐走出被制裁的阴霾，我们也对国产技术的发展倍感欣慰，更对下一代主打影像的 P 系列手机有了更多期待。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这台 X5 的呢？欢迎和我们讨论。信息量超级丰富的测评频道影像狗，我们下期再见。